前新竹市长林智坚再度来帮沈慧虹助选，沈慧虹炮打对手高虹安，帮民众党涉及贿选的议员参选人叶国文站台。民众党不仅挺黑金，还挺酒驾，现在还挺涉嫌买票的人，不断的在挑战新竹人的道德底线，黑加白终究会化为灰烬。高虹安争议连环爆，尤其在资策会任职期间到底有没有不当兼职，他搬出跟总统蔡英文的合照，还有代表科智企业演讲的影片，证明资策会都知情，但资策会根本查不到他申请兼职的资料，后续可能提告。其实都有上传，包含像是高虹安在资策会的期间，其实在科智的这样一个衍生公司的辅导创业的过程，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来证明高虹安是一个不当兼职，资策会在知情的情形之下还要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提告，他们也是违反诚信原则。高委员也不用模糊焦点，在资策会任职时有没有违反兼职规定，应该不是秀照片来解释，应该是依劳务契约规定，还有当时是否有领科智企业薪资，才是真正的证据。国民党对手林根仁也大酸高虹安别打模糊仗，因为资策会就是查无申请兼职记录，就连高虹安拿来为自己背书的照片新闻稿都被证实是当年科智企业委托资策会发布的，公信力不足。高虹安讲的都不是资策会某某某主管知情，高虹安的讲法都是资策会怎么可能不知情，高虹安拿因为拿不出报备，所以他拿影片给你看，拿照片给你看，知情跟你申请报备核准就是两个概念啦。财经专家解析高虹安开脱手法，但当资策会诉诸法律，是不是违法兼职，一翻两瞪眼。民视新闻综合报道。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